72日，伊能静在微博发长文称，原来我见不到你的时候你是这样的呀，心里有一种恍然大悟后的空荡感。你的天赋是我这类必须透过脑力去分析，花很多时间探索，依赖生命经验才能表演的演员一辈子所不能企及的。我嫉妒你，同为演员我真的很嫉妒你，却更心服口服。在你回来之前，我看了《无证之罪》，一个月只能见一次的你在荧屏里炽热而有魅力，我终于释然聚少离多的心理斗争。那个荧幕里充满能量的你是我最初爱上你的原因。爱上一个人不是让彼此消失，而是更丰富。你会一直是我心目中最爱的米粒爸爸，也是我一生最尊敬且臣服的演员。网友纷纷点赞送祝福，你们的爱情互相懂就好，幸福幸福，不用纠结你的表演不及他，你的文笔，你的才情，你对生活的认真有品味也是你的点啊，你崇拜他，他懂得你，看你们这样真好。